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87页，287页第五行，普贤一名遍及清凉所谓普贤有三，普贤菩萨。德号里头有遍及的意思，遍是普遍，吉是吉祥，在中国是大乘四大菩萨之一，清凉殊位。清凉大师《华严经》所抄，这是华严三圣之一啊，文殊普贤啊，毗卢遮那如来是华严三圣。文殊菩萨代表解门，普贤代表行门，大乘供佛了是一佛二菩萨，佛代表自信，菩萨代表从体起用，起用呢就是解行两门，西方三圣，阿弥陀佛代表自信，观音菩萨代表行门，大势至菩萨代表解门。你看这个菩萨的像，它在哪一边？就知道这个宗派。解行它是偏重在行门还是偏重在解门？净宗观音菩萨代表行门，以他为主。大势至菩萨了，在第二，这就是偏重在心门。那么华严三圣呢？文殊菩萨在左面，普贤菩萨在右面，偏重在解门。在中国过去排列了，是左面为大，在菩萨左手这一面，右面是比较小，但是左面是宾，右面是主。总是把客人摆在第一位，主人在下方，对客人的尊敬，现在这些呢都不讲究了，但是佛菩萨的这个座位次序不能混乱，一定要知道，普贤菩萨有三位，
第一位呢是为浅，他修普贤行，是普贤菩萨，但是这个真正菩萨了，是真的等觉，等觉以前的都叫为浅啊，所以为浅可以说从初心位的菩萨，他修普贤行，他真是普贤菩萨啊。那么从初心位到等觉，51个位次都叫普贤菩萨。所以普贤不是专指一个人啊，所有菩萨都是这样的，观音菩萨也是为前、为中、为后啊，任何菩萨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菩萨并不代表一个人，代表一个法门，在学校里面代表一个科目啊，是这个意思。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啊，都认为他是一个人，这错了。观音菩萨不知道有多少啊，依照普门品去修行的都是观音菩萨啊，为前的，但是为前谈不上，因为什么呢？要证得初信位才算是为前，我们修没有证得初信位那不算啊，修行这个法门呢，没有证到果位。普贤菩萨把《华严经》修行的方法总归纳为十条啊，这个很难得了。佛在《华严经》里面讲修行方法，讲了2000个法门呢。啊，在《利世间品》这一品经有5卷，很长啊，完全讲修行，修行是要利益世间，这个世间是十法界啊，没有离开十法界都叫凡夫，六道叫内凡，四圣法界叫外凡啊，六道以外的凡夫，超越十法界才叫圣人啊。那么圣人里面真正证得果位的，像圆教初信为菩萨，初信到实信，没有明心见性啊，危险。第七心位，这就是外凡，但是他不是外凡，他是圣人啊，他决定能证到圣果啊，必须得经历这些位次啊，像上楼梯一样。最高的妙觉，妙觉是第52层啊，但是必须从第一、第二、第三呢慢慢升上去的啊，这都叫数处啊，跟极乐世界不一样，极乐世界横超啊，不必经历这个路程。啊，这种阶层不辛苦，他从当中就出去了，从人道他就能出去。啊，一般修行人道不行，一定要升天道。欲界6层天，色界18层天，四禅；无色界4层天，一定从这出去，就超越三界。
啊，超越六道轮回。啊，四圣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佛，必须经历的过程。啊，别教的三贤，通通是在十法界，在四圣法界。啊，这分得细，原教就分得比较粗，原教都在实行为，原教初住是别教的初地，啊，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证得法身之后，习气还在。习气要慢慢的才能离开，这个地方用不得功，没有办法把习气去掉，因为你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造业了。啊，就不是法身大士了，法身大士不起心不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起心动念就落在四圣法界了。四圣法界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所以它比我们高。啊，阿罗汉辟支佛。啊，全教菩萨，在华严十信位里面，七信是阿罗汉，八信是辟支佛，第九信是菩萨，第十信是佛，那个佛还是菩萨，没有明心见性，啊，十法界里最高的。啊，他要破一品无明，也就是把起心动念放下了，不再起心动念了，十法界就没有了。由此可知，十法界从哪来的？起心动念，四圣法界。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见思烦恼。所以见思烦恼一断，就超越六道轮回。那么这些经上常说与深不深入经教没有关系啊，修行正果是要放下的，你不懂能放下一样成就啊，成就在果地上，那个智慧神通道理跟明白的没有差别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知识分子他静不下来，他放不下，所以走这个路子啊，信解行证啊，像宗门他不需要信解行证，他只要信，不解没关系，只要信他就能成功啊，真的跟认不认识字读不读书没关系啊，净土宗也如是啊，了不了解没关系，不重要，重要是放下啊，是一心专念。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这样重视这经进教呢？又不相信这个法门真的是难信之法，如果真信的，这经要它干什么？何必这么麻烦
啊，所以这部经没有别的，它的作用是起心的。真正相信的，你自然发心往生净土。啊，往生净土，你看心愿持名，真的老太婆、老阿公都能做到。他能放下了，只要相信就行了。啊，因为太难信了，所以佛说的这么详细。下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到这个时间来干什么的？帮助现代人建立信心。啊，现代人建立信心比过去难多了。啊，过去人都曾经有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啊，从小父母就教你信德啊，这是道德。仁义礼智信，无德了。啊，五伦是道，五伦最后一个，朋友有信。啊，五常是德，最后一个是心。啊，你就知道中国人对这个心多么尊重。啊，没有怀疑的。我这个年龄，生长在农村。农村人朴素啊，那个时候没有媒体，没有报纸，没有交通工具。我们住在乡下，距离城不太远，25里路。啊，走路3个小时。啊，现在的车大概10分钟啊。啊，10几分钟就到了。啊，那个时候农村里面的人，城里面要有一点些什么事情，总得1个多星期才会知道。没人去啊，没有人送消息给你 啊，所以每天确实，中国社会是动乱，军阀割据啊，那个乡村就是天天天下太平，没事，啊，什么消息都不知道，啊，我们是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我们才尝到逃难的味道啊。军阀割据那么多年，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啊，所以，对任何人相信，对任何事也相信，根本就没有怀疑这个念头。啊，确实，心中啊，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那就是太平盛世。乱世当中，这个地方是太平盛世，难呐！
现在社会动乱了，我们居住在这个小村呢，这个小村是太平盛世啊。我们这里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没有杂志。外面的事情能知道一些，是卫星网络。从网络里头，我们也不看网络。有些同学从网络里头揭露，每个星期把这一个星期重要的消息揭露出来给我看。我这个信息从这来的。没人揭露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了。过去这个事情是悟凡做的。凡是往生之后就没人做了。我就中断了一段时间。现在又有人送给我，我不知道谁做的。每个星期送给我看看。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菩萨代表一个法门，是法门的通号，不是某一个人。观音菩萨不知道有多少，修观音法门的人全是观音菩萨，修普贤法门的人全是普贤菩萨，修地藏法门的人全是地藏菩萨。这个要知道，不能搞错了。那么通常我们拜的，这个观音普贤，都是慧中菩萨。慧中是等觉菩萨，观世音菩萨一定是西方三圣等觉菩萨，普贤菩萨一定是华严三圣，他代表这个的，在华严会上，十大愿望倒归极乐。这是慧中菩萨，叫当位的。再往上去呢，他就成佛了。他就成了妙觉了。有缘，他用菩萨身份呢，实现，那叫慧后菩萨。为后的普贤，这个三类就是这个意思。为后呢，得果不舍因心，为成佛之后啊，仍不舍因地之心。换一句话说，他普贤十愿养成习惯了。成佛之后有缘实现呢，他这个修行十愿非常明显。菩萨当中，特别是普贤，普是普遍，普是平等，菩萨没有分别心。华严经上佛说，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一定要修普贤行，你才能证得妙觉果位。为什么？只有普贤菩萨表法，心包太虚，量周杀界。他的十愿
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啊，礼敬，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在他心目当中都是诸佛如来。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普贤的礼敬。怎么修法的我们就明白了。啊，一切众生是佛。你要是稍微有一点分别，有一点怠慢，不是普贤行。你要把所有一切众生都看作毗卢遮那如来。啊，这才是普贤行呐！啊，那么有情众生是佛，无情的呢？无情也是，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叶粒尘沙。皆是如来呀、啊！啊，如来的法身呐、啊！啊，菩萨礼敬呐！所以，普贤行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普通人哪有这种心量？啊，他的心是圆满的清净平等觉，经上说不修普贤行不能成佛，这意思就明白了。佛跟众生真不一样啊，众生要成佛也不难。啊，普贤行实际上贤首过世的三中周边啊，三边四德完全相应的啊，三遍第一个周边法界啊，这就讲今天所谓的信息，念头才动，周边法界，我们自己不知道，诸佛菩萨就法身菩萨，全部知道了，信息都送到了。遍法界一切众生都收到了，六道众生收到，他没有感觉，他在迷味，确实是收到了。啊，收到是现在是用电脑啊，已经输入你的频道里面去了，你的机器有故障，屏幕上显不出来。啊，真收到了，故障。啊，没有故障的时候，屏幕上就显出来了。啊，一粒微尘，一毛端，一微尘，统统收到我。啊，美国修兰博士。他不是佛教徒，啊，他那个本事是得自于夏威夷土著，
他承传下来。啊，跟佛教这个理念相同。啊，他肯定宇宙一切万物都有见闻觉知。啊，我们讲五蕴呢，就受想行识，统统都有。啊，他参观我们的摄影棚，告诉大家，这一板凳有见闻觉知，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啊，墙壁知道，地板知道，天花板知道，这里的所有一切东西没有一个不知道。真的一点不假。啊，普贤菩萨知道啊。啊，常修礼敬呢。啊，对物礼敬就要保持的整齐清洁。这是对他的理解，啊，不是对他天天鞠躬。啊，那么这些恭敬，我们是从小学的。我保持了很多年，啊，最近应该有六七年了，人体力衰了，做不动。啊，我早年住在台湾，住在美国，啊，住在澳洲，啊，住在新加坡，那些时候，你看我的房间，你看我的桌子，整齐清洁，哪有东西放得这么凌乱？我今天看的这个，我自己心里都很难过。为什么没有体力了？啊，这个就是有些人还懂得，古人懂得。你看这个情形呢，人已经老了，老化了。啊，他不是不做，他做不动。啊，哪有年轻的时候整齐清洁，丝毫都不乱。啊，现在一切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一切随他去吧。啊，所以普贤行难，难在用心。啊，知道一念周遍法界，这个一念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念，也就是1600兆分之1秒。啊，我们身体物质。物质也是波动现象产生的，它的频率也是1600兆分之1。所以诸佛菩萨对我们身体健康知不知道？知道，很清楚。我们念念都向他报告，他通通都收到。
啊，佛菩萨慈悲，佛菩萨加持每个众生，但是众生要跟他配合，要愿意接受，不能配合就没法子了，加持不上，加持你，你不接受。啊，怎么加持你呢？这经教就是加持。我们没有能够依教奉行，依教奉行确实得佛加持。啊，宇宙之间这么大，所以它也很复杂，不是那么单纯的。啊，总的来说都是要叫缘分，因缘生法了。啊，缘有清净缘，有所缘缘，有无间缘，有增上缘，每一种里头都是无量无边。啊，这是总分类也。啊，我们的心欲清净，你知道的就越多。啊，心里面很复杂，妄念很多，杂念很多，那你知道的就很有限。啊，经上告诉我们，净即光通达。啊，净是真心，真心不动。啊，动是妄心。啊，起心动念是妄心，不是真心。佛说智心一处，智心一处就是修定。无论你在哪一处，都起作用。啊，我们净宗佛教给我们智心这一处，这一处就是名号。啊，阿弥陀佛的名号，要我们把心呢放在这处。啊，名号之外，通通把它清理出去。啊，清净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真正到这个时候，你什么都知道。啊，三种周边里头，出生无尽，含容空有，那个心量多大。啊，出生无尽就是整个宇宙的变化，那个变化是念念都在变化。变化是依据什么？是依据念头。诸佛菩萨没有念头，再回归自性，自性本定，所以他们住在自性本定里头。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本不动摇，那自性本定，他什么都知道。那么修定就是住心一处，无论住在哪一处，真正住到一处，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他也能知道一部分，不能知道圆满
局部他知道。啊，定功越深，范围就越大，到自性本定就全都知道了，没有一法不知道。啊，佛法成内学，不向外。经上常讲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每一个法都是心念成就的。啊，没有心念，三种现象都不可得。啊，物质、精神、自然，三种现象都得不到。全是心念造成的，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包括自然现象，离开心想，没有一法可得。啊，三种周边之后，贤首大师给我们提出四德，啊，四德那是自性里的信德，啊，第一个随缘妙用，啊，谁有啊？修行正果的人有。从小乘须陀洹就有啊，但是今天小乘须陀洹没得了，修小乘的人很多，没有真的须陀洹的啊，真的须陀洹他就有啊，最明显的是天眼天耳。真有天眼天耳的，他能看到过去，能看到未来，那个要说未来的情况就是真的，就不是假的。为什么？他见到的。啊，我们今天凡夫说做梦梦见的不可靠。啊，有人告诉我，我们香港同学他做梦，梦到大水，香港被大水淹了，淹了2层楼。啊，把这个事情来告诉我，我说那做梦，那不是真的。如果是天眼看到的，那是真的，那就不是假的。啊，所以现在没有这种人了。在这个社会里头，哪一个不是心浮气躁？啊，所以随缘就没有妙用了。啊，但是真正懂得妙用，对你修学有很大帮助。妙用主要上不着相。也就是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就是妙用啊，小乘他不执着，小乘是断见思烦恼，哎，他的用就妙了啊。大乘不但断见思，还要断尘沙无明。那个能力就更大了啊，神通妙用啊，这个是最基本的心得啊。第二个呢，大乘菩萨
没有一个不是利他的。啊，所以第二个叫威仪有则，那就是真正做一个最好的样子给众生看。这是教化众生，利益众生，帮助众生回头是岸。啊，也就是说，佛在经里面讲的这些伦理道德，啊，这些戒律，全做到了。啊，做出榜样给别人看。啊，团体有团体的样子，团体是六合敬的。啊，个人是个人的样子，是菩萨了。谁能修六合敬？菩萨才能修六合敬。啊，这就是说。初国以上，大臣初信位以上，他们真正能修六合敬，没有真的这个果位，学不到的，怎么学也学不像啊！啊，这个东西是要真干。真功夫，这里都做不得假的。啊，起心动念是给别人做好样子。想一想这个念头，这句话，这个动作不是好样子，就不能够做。自己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养成习惯，菩萨的习惯，啊，不是凡人习惯。啊，第三个，如何制止？啊，对待一切人温和，啊，制止是心理。心里面真诚，用真诚心，啊，用柔和的态度待人接物，啊，最后一条待众生苦，啊，受一切苦是代替众生。让众生在苦难当中得一点安慰，啊，你苦，我比你还苦，啊，大家看到有点欣慰，啊，为什么在六道里头，六道是苦难众生，菩萨在这个里头念念想众生。没有想自己，啊，一切为众生，没有为自己，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所以贤首过世的这三种周边根四德。跟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相应，啊，十大愿望讲得更具体，啊，对象是勤于无勤，就通通都包括到，有勤是动物，啊，无勤包括植物，包括矿物。包括所有的，这是对象啊，
礼敬的对象，称赞的对象。啊，称赞里面，称赞善的，不善的不说。啊，不批评，不回报。啊，不善的不放在心上，也不放在口上。啊，这叫称赞如来。啊，这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啊，礼敬是对一切现象的。啊，它是普遍的，没有差别的，完全平等的。称赞有差别。啊，为什么呢？言语会影响别人，会影响众生。希望呢，影响众生完全是正面的，不要有负面的。啊，负面的东西根本不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把清净心破坏了。我们是个念佛的心，放到外面这些负面东西，我们的清净心破坏了。啊，广修供养，念念都有供养的心，实在讲，活在这个世间几十年，为什么？是为供养一切苦难众生。供养一切诸佛菩萨，啊，这讲三位呀，为前菩萨了，为中菩萨，为后菩萨，一切众生都是为前菩萨，他还没回头，啊，他还没有发菩提心，修菩萨心。啊，这都在位前，还没有入位。啊，可是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普贤菩萨做到了。供养里头，不能让他生贪心。不能让他生烦恼。不能让他造罪业。这是普贤菩萨的供养。纯净纯善的。啊，如果供养让他生起贪心。啊，生起傲慢，生起嫉妒，这个事情就大了，这是害他了，这是帮助他堕落，不是成就他，啊，这是毁坏他，那是什么？魔供养，真是如此。现在这个世界。发若魔强，啊，干坏事很容易成就，帮助你就很多，那供养多啊，啊，还赞叹你，啊，做一点好事受很多障碍，啊，不让你成就，啊，这些事情。我们亲身经历的啊，我们以真诚善心对人，人家以怀疑啊怨恨来对我
啊，我们要受啊，不受怎么办？每一个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都要忍受啊，不受，人永远不会回头。啊，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了，也许咱们想想，哎，这一生当中还遇到一个好人，啊，想到的呢，这个好人走了，啊，过去对他没有礼貌，障碍他，他很冤枉，但是呢，良心发现了。啊，这都是好事。觉悟不是一生一世，生生世世。啊，每一生每一世能够加一点就不错了。啊，所以我们心里常常想到，能够恢复到清末民初那个样子。至少也得一年半年，没有一年半年做不到。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人已经学坏了，学坏了叫他回头太难了。那个学好的时候叫他学坏很容易啊。学坏叫他变好不容易啊，非常困难啊。佛在大乘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善心所只有十一个，恶心所有26个，啊，你就知道学善难，学坏容易。啊，26个嘛，它多嘛，而且力量大。啊，这11个善法少，力量要薄弱。啊，这就是为什么人学坏容易。学好难，佛说的真有道理。我们再看下面呢，这还是华严经疏钞里的话，清凉大师所谓普贤之意为果无不穷越普，不舍因地越显，这是为后普贤，果无不穷，果达到穷极就是妙觉啊，圆满的回归自性的，这叫普，这真普啊，遍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普啊。啊，不舍因地，这是应化。啊，菩萨、佛遇到有缘人，决定不舍弃。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说这些人呢。
啊，决定去帮助他，帮助他现身说法，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该给他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啊，这是因地，这叫现呐。啊，此皆为后之破现，是为如来之化现。啊，这是佛的化身。至于慧疏，慧疏就是日本的，啊，日本的净宗大德，啊，他的解释是体遍法界，这叫普；为临极胜呢，这叫显，这是等觉菩萨。啊，体是法性，当然是变法界，这就是本来是佛。啊，这个普。啊，慧临他现在的地位，极胜是佛，他跟极胜做邻居，也就是他上面一阶呢，就是妙觉。那么他自己的位置是等觉，啊，等觉是现，位觉是圣，这大圣，究竟圆满的大圣。那么等觉菩萨也被一般人尊称为大圣。啊，通常一般人称圣贤，三贤菩萨称贤，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就称圣，叫三贤十圣。啊，所以等觉也称为大圣。这是魏忠啊，是当位的菩萨，等觉菩萨。慧疏又云：能导欲一切，发十大愿望，愿西方往生，特意赞弥陀，故于此经啊。是为上书啊，慧疏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啊，日本的祖师著作的。这些人唐朝时候在中国留学啊，大多数都是亲近善导大师的啊，很难得。我们到日本去参访，日本人对祖师尊重、敬仰超过对佛菩萨。啊，日本的寺庙很大，很壮观。里面的佛像不大，佛像小小的，可是祖师的像很大。啊，有些祖师像建的是跟真人差不多，坐像坐在那里。啊，善导大师、智者大师最常见的。啊，他们对祖师的纪念。念念不忘。
啊，尊师重道啊。可是日本人甩了啊，但是这种习惯还保留到啊，祖师向前面呢，每天烧香啊，磕头。啊，这还保持住。啊，我是一再劝他们要恢复讲经，要回归教育。啊，他们把佛教讲经教学丢掉400年了。中西水工告诉我，400年前，日本这些寺庙里都有讲经的。我们相信，你看《无量寿经》的注解就30多种啊，我们中国才2种啊。由此可知，他们讲经的风气很深。啊，没有寺庙不讲经的，这话是可以相信的。啊，中国在隋唐的时候，哪个寺庙都讲经，啊，没有不讲经。这个日本人看过，日本人学到了。啊，400年前，西方文化传到这边来了，日本是首先。接受的，啊，中国人接受西方文明是从日本传来的，所以我们比他晚200年。啊，我们中国寺院庵堂讲经，应该说300年前是很平常的，家家都讲经。啊，清朝末年还有不少，到民国年间就少了。讲经的大德只有10几个人，啊，到现在呢就更少了，啊，几乎没有人讲了。啊，什么原因？没人听。啊，搞法会的时候有人，很热闹，能有几千人、几万人。平常要常年讲经，没人听。啊，你佛教怎么能不衰呢？信佛的信徒。只晓得上庙烧香，求佛菩萨保佑平安，保佑升官发财，不懂得敬教。啊，变成迷信了。无私不登三宝殿呐，登三宝殿都是有求的，遇到难题了就找佛菩萨，完全搞错了。啊，我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啊，常怀法师接待我。那一天刚刚到，晚上吃完饭的时候，常怀法师就告诉我，香港听经的状况，香港人不听经，
法师来讲经的第一天来，来捧场，圆满的那一天来，他参加了，有头有尾，当众不来。所以他就警告我，他说有名的大法师到这来都是这样的。他说法师你还年轻，你要人家不认识你，你没有名气。他说你心里要有数，可能呢讲经啊一个人都没有。我说没关系，坐一板凳排上就行了。张子好，你能这样做那可以。那不需要人吗？我对坐一板凳讲吗？他那个地方也不大，挤满了大概是100多个人。就记得满满的。我们开讲了一天人不少。以后好像天天人都不少。一个星期之后他告诉我的法师，你的法缘很殊胜了。这香港从来没有过这个样子。每天人都那么多。连续讲了4个月。法缘不一样。广结法缘的重要啊。那大家不喜欢听经，法师就没法子。培养了。我最后离开香港的时候告诉大家，希望大家要听初学的法师讲经，那个功德比听我讲经功德大。为什么呢？我讲了这么多年了，那个才初学，初学需要人鼓励，有人听他讲的有问，没有人听他讲不下去了，那以后没人讲经了。所以带领初学的人，鼓励初学的人，这个功德大，让佛门里面年轻人讲经越来越多。这老讲经的讲的都不错的，你不想听也无所谓，帮助年轻的人重要。劝了多次，香港讲经的风气还是抬不起来，还不如台湾。台湾已经是很帅了，讲经听众不多。少的时候十几二十个人，所以讲的人愿望没有了，听的人也不把这个当作一桩重要的事情。印光大师说，8万4000法门。门门都有经教做依据，不学经教怎么行？不学经教是盲修瞎练。经教要不重要，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讲49年，没有一天休息？知道这个东西重要啊。所以慧疏真言又说，能够导于一切，导是指导引导，于是同于，这是对众生
你能够教化众生，你能够带离大众，啊，发十大愿望，愿西方往生。这是普贤菩萨华严会上的表现的，啊，特一赞弥陀，这个一赞就是谢祖。啊，为阿弥陀佛介绍弟子，推荐弟子，故于此经是为上首。啊，在无量寿这一会里头，普贤菩萨是上首，又探玄记曰，探玄记是华严经的注解，六十华严的注解。啊，清凉住的是八十卷，啊，八十华严。探玄记是贤首过世的，啊，他住的是晋朝传的第一次翻译的六十华严，啊，六十华严的注解。这里面说，德州法界乐谱，至圣调善月行，啊，这也讲得好，啊，德州法界，这是赞叹菩萨的大德，至圣调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普贤十愿里头的两愿，啊，他真能做到啊！啊，恒顺众生，啊，恒顺里面有智慧，有善巧，能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回头是岸，有这个本事，这是凡夫做不到的。啊，菩萨能做到。为什么？菩萨观众生的机，不是一时，能看他过去。过去多生多劫，有没有学过佛法？学过什么些法？啊，菩萨知道。啊，所以他能顺你，他能把你续世的善根。让你发出来啊，一时一时接着再干，这个兴趣就来了啊。这一时当中跟你的要能够听从菩萨的话，修十大愿望，求生极乐世界，那他就圆满了。啊，这一生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真正得度了。啊，如果不能，菩萨观机他还没有不能相信，或者相信力度不够，这一生不能往生，那就帮他提升。等到来生后世，
啊，没有善根的帮助他种善根，有善根根的帮助他增长，善根成熟的帮助他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啊，众生根性不相同啊，菩萨全知道啊，啊，知道能随顺。啊，不随顺就不能度众生。啊，你要不随顺，他不听你的。啊，掉头而去啊！啊，他去走的是邪道。啊，这就错了。《大日经书》第一卷。这是密宗主修的经典，大日如来就是毗卢遮那，就是阿弥陀佛，所以法门广啊，宗派多，到最后成就了，原来是在一起的啊，真的这个时候才明白了，一解释多，多解释一，一多不二啊！啊，没有明白之前是分有分别，契入境界之后啊，知道是一体。啊，普贤菩萨者。普是遍一切处啊，这个叫普。贤是最妙善意啊，最极妙善，为菩提心所起的怨恨及深口意，悉皆平等，遍一切处，纯以妙善备具众德，故以为名。啊，名号是这么来的。名号是表他的德行。啊，普贤菩萨可以说是究竟圆满的大菩提心。啊，从菩提心所起的大愿、大行啊，大愿这个十愿，大行是十愿都落实了，没有一愿是空的啊，他通通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圆满啊，身口意三业平等，这个平等是对一切众生啊，身礼敬，口称赞啊，意清净平等，生无量智慧，表现在身口是善巧方便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所以说纯以妙善啊，备具众德啊，信德没有障碍，都能够透出来。啊，我们现在没见性，事出世间圣贤教导我们，
与信德相应的是哪些呢？我们经中提出五课，五课就够了。第一个，敬业三福是信德，不仅仅啊，敬宗学人要依靠这个为准则啊，修行的最高指导。佛说，这个三福是三世诸佛敬业真言，这一句话说的重要啊！三世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换一句话说，所有菩萨成佛，都要依这个三个指导原则。如果不依照这个指导原则，他成不了佛，没有例外的。啊，第一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做到没有？这一条是根本，大根大本，本要是出了问题，其他的都不必谈。啊，出世间法没分，世间法有限。啊，所以我常讲啊，孝是根呐，事出世间，一切善法的根。啊，敬是本，啊，敬是以老师为代表。孝是以父母为代表，这意思是什么？对父母孝顺，对一切众生孝顺，对老师尊敬，对一切众生尊敬。所以我说个代表啊，不是孝敬只对父母师长啊，父母师长以外就忘掉了，那你就错了，你没有学到佛法。啊，菩萨戒经里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这两句话怎么讲法？啊，一切男人，一切女人，范围再一扩大，就是一切有情众生。啊，雄性的、雌性的，都看作父母看待呀。啊，你才能成得了佛。为什么？佛眼睛当中，他所看到的真的是这样的啊！蚊虫蚂蚁本来是佛啊，毛端微尘本来是佛啊。现在我们这个概念比较清楚了啊，物质再小啊，今天科学家发现的微种子啊，微种子肯定就是佛经上所讲的极微之微啊。因为佛说这个一粒微尘不能再分，分就没有了啊。那微种子这一分开，真的没有了，物质没有了啊，看到什么现象呢？意念波动的现象。
所以科学家就在肯定，知道物质从哪来的，是念头波动产生的现象。啊，物质不是真的。啊，布朗克的报告书，根据他的研究，啊，他说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那物质到底是什么呢？是念头产生的幻想。跟佛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但是这一句话的时候，把佛经上一句话证明了，那就是经上说，色由心生。啊，色是五蕴里头，色受想行识。色就是代表物质，物质是从心生的，是从念头生的。啊，科学证明了佛经上这一句话。啊，或者是相由心生，都可以。物质现象。啊，这样才提出一心空无。啊，念头可以控制啊。物质现象，物质刹那刹那在变呢，谁在指挥念头？我们每个念头都不一样，所以物质现象也是每个念头的这个现的象啊，也都不同。这非常非常微细，我们没办法觉察到。啊，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现象。啊，我们只看到相同啊，这是相似。相续法不是真的，不是真的相续。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现象都是相似相续相，啊，绝不是真的，啊，所以相是假的，不要认真，认真就错了。只有能现能变的自信是真的，啊，它是永恒不变。在净土称为常寂光，啊，在大乘也称为大光明藏，啊，又称为法性，又称为法身，真正是遍一切处，啊，它起作用确实。纯一妙善，真的是悲剧中的啊！哪怕是一粒微尘，它里头所具的性德是圆满的，一丝毫都不欠缺。普贤文殊，乃释迦如来。之二谢思，这个谢思，这边，啊，这边有，呵呵，啊，就是立于佛莲榭旁边的菩萨，这个，好。很好懂，啊，站在佛旁边的两位菩萨，啊，有谢持的意思。我们常讲啊，是佛的两个助手啊，啊，两个帮手啊，帮助佛教化众生，啊，一个表智慧，一个表。
慈悲。啊，文殊代表智慧，普贤代表真干呐。啊，表行门，文殊表戒门。啊，每一个菩萨，每一尊佛了，都有两位菩萨。表法就这个意思，一个代表智慧，一个代表行动。啊，这个智慧要落实在生活，落实在中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就是实践。啊，他真做到。啊，现在讲，一个是老师，一个是教练。啊，文殊是老师教学的，普贤是教练，带着你干的。啊，没有人带着，你懈怠，啊，懒散偷懒不干了，普贤带着。啊，那么在中国过去帝王。培养下一届的接班人，太子。啊，有老师，太师，有少师。啊，太师就是好比我们现在讲的佛，少师呢就是菩萨。啊，少师是教练。啊，他有三个老师。啊，太师、太傅、太保。啊，三师啊，地位很高啊，皇上的顾问。啊，太子的老师，太师教治国平天下。这些本事，太傅啊，教伦理道德，啊，太保教健康保健，这三个老师，啊，起居生活他照顾，啊，他给你讲解，治行呢是少师。少妇、少保，啊，这三个人是执行的，啊，就是太子学了之后要真干，他们三个带头，啊，所以朝代世世代代能够延续下来，延续几百年，啊，涉及二十多个帝王。就是这么教出来的。如果末代帝王他不听话，啊，他的父亲死了，他继承王位了，啊，太师太保的时候统统废除掉，不要了，不听他们的了，啊，贪图享受，啊，喜欢别人称赞。国就亡掉了，啊，政权就被别人取代了，啊，古代这个培养接班人那个方法好极了，啊，政治是在讲不是制度问题，制度没问题，什么制度都无所谓。最重要是人呐、啊，啊，你看培养他有健康的身体，有伦理道德，有广博的学问，他就能治国。啊，这三个主导的老师非常重要，真正是在全国选出来的，有德行，有学问。
啊，有爱心。啊，周武王死的时候，儿子十岁。啊，周公摄政。啊，成王的三个老师，太师是姜太公，太傅就是周公。啊，太保是他的小叔。啊，所以有成康之治啊，成就成王啊，周朝的成王康王啊，啊，那是太平盛世啊。啊，成王十岁，你看，得这三个好老师。啊，大臣里面有子弟，啊，跟皇帝在一起学习，跟太子陪读，实际上就是下面一个朝廷。啊，陪读，太子对他们每个人都清楚。啊，将来哪个做首相，哪个做尚书，他心里就有数了。所以一点都不乱呐、啊！啊，一代一代的沉船呐、啊！啊，而且政策一代一代也沉船下来了，他不会乱的。这个方法好极了。啊，现在的民主有问题。西方人对于民主已经怀疑了。来问我，我在澳洲的时候，啊，问我，民主是不是最好的制度？我告诉他。制度没有好坏，说不上最好最坏，问题在人。人要是好人，不好的制度也能做好事。人要不是好人，再好的制度他一样干坏事。啊，所以教育比什么都重要。要教成什么？教成圣人、贤人。圣贤政治啊，中国的政治自古以来，说一句老实话，属于圣贤政治啊。这个圣贤的根从哪里呢？最明显的建立制度的是周朝啊。孔子最佩服的就是周公啊。周朝的大法，周公定的，周礼，周礼是周朝的宪法。啊，方东梅先生跟我提过几次，啊，告诉我，周礼这一套。治国的方法超过现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跟他比都比不上啊。老师要我留意看看，我始终没有看过，翻了几页啊，对这个没兴趣啊。老师说，如果周朝后代的子子孙孙都能够遵守的话，现在还是周朝。啊，可惜周家800年了，最后周幽王
乱了，贪图享受了，啊，把祖宗的法丢掉了，过去忘了。所以周历的这个制度啊，就是三司、太司、太傅、太保，这想得真周到啊。一个国家领导人只要这三方面好，人民享福啊，真的是太平盛世，国泰民安。文殊普贤，这是佛的左右啊，两边随侍的菩萨，乃世尊会中上书啊，释迦牟尼这个会。是世尊到这个世间来，事先作佛，教化众生。49年，讲经教学的会中，这两位菩萨上手。左面是文殊，右面是普贤。啊，文殊表智慧，普贤表实践。啊，就今天讲的真看。啊，在华严会上呢，也是上首。华严会会上是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的左右也是文殊普贤，啊，又普贤菩萨为一切诸佛之长子啊，华严会上啊，普贤是长子，文殊是庶男。啊，那这什么意思呢？华严这一会是以真干为主，啊，讲学是第二。跟净宗完全相同，啊，净宗表现得更明了，因为观音菩萨代表的是真干实践，观音菩萨在阿弥陀佛的左手。大势至菩萨在右手，啊，总是一个代表行，一个代表解，啊，这两位菩萨，四摄化严，啊，四摄化严经，四十颂曰，底下这个第四十是第四十卷。啊，四十华严第四十卷颂曰：一切如来有长子，彼名皓月普贤尊。可见普贤正是如来化身之所流现的。啊，这个意思
我们要懂得了。啊，它是大权实现的。啊，法身之所流现，实际上就是自性所流的。啊，自性是谁呢？圆满的法身。啊，化作等觉菩萨。这是法而如是啊。啊，应化做等觉菩萨的身份。啊，相赞世尊，他来帮助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这实现成佛，这是感。普贤菩萨在自信里流出，这是应。啊，跟世尊感应道交，言唱圣教。释迦牟尼佛唱圣教，普贤菩萨言圣教，表演。啊，世尊所说的，他把他表演出来，都做到。这两个人同一个平台上演唱啊，若举密教呢？普贤即是密教初祖，金刚萨埵。啊，这是密教的初祖。是谁呀？普贤菩萨啊，所以密宗跟普贤菩萨关系太密切了。金刚萨埵即是金刚首菩萨摩诃萨，圣无动尊，大威怒王，秘密陀罗尼经曰：此金刚首是法身大士。是故名普贤啊，那么这是密宗从这个地方我们冷静细心观察佛教里头各个不同的宗派到最后啊回归下来确实是一体啊，真的《金刚经》上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每一个宗只可以说它应各种不同的根基用的方法不一样，方向目标完全相同，没有差别。那么在不同的当中，我们就完全明白了，净土法门最妙了。啊，为什么呢？人人能修，而且非常方便。成功的时候，跟密的成功，跟禅的成功，跟教的成功完全平等。啊，看起来好像有高下，实际上没有高下。平等啊，啊，既然看出完全平等，那我们不为什么选择快速道路呢？
啊，没有比这个更快的，没有比这个更安全的，更妥当的。啊，前面说过了，经说的这么详细，目的只有一个，让你升起信心。啊，你要是已经有坚定的信心，不会再受任何影响，那一种真信心，经不要听了。啊，你要是有疑心，有怀疑，信心不能坚定，这个经就一定要听，一定要学。啊，年轻人发心学这个经典是为别人学的，别人不相信啊，我把它学好，详细讲给他听，讲的让他相信。我们学经教的目的达到了。大家为什么要学经教？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出世？善导大师讲得好啊，如来所以心出世啊，唯摄弥陀本愿海。这样肯定给我们说出来，如来出世真的就是讲净土法，就是把这个方法教给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这是弥陀，不是释迦出世的本怀。这个经是出世本怀第一经，这个法门是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一点都不错。啊，念老当年把这个注解送给我，他老人家很客气，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我的序文里头就有这一句话，啊，世尊出现在这个世界，就是为这个法门而来的，不是为其他的。啊，他看到这句话，告诉我，完全正确。真是这个样子的。啊，各位，这一句话不容易说出来啊。你没搞清楚，认为还比这个高的没有了，这是最高峰啊。啊，肯定。善导的话决定正确，如来出世就是舍利弗经。好，今天时间到了。